并掏 shop 换杠，接 park 空翻，再接分腿 shop 一百八抓杠。零转三百六，接零式转体三百六，再接转体五百四，特卡，好样的！看下法，稳稳的站住！中国的两个小花瓶实现了他的梦想。姚劲男参加过多场世锦赛。甚至参加过伦敦奥运会，但是从来没有拿到过金牌啊！对，真的非常的不容易，他的教练也都激动死了。这次咱们中国队主场作战，这肯定是包揽冠亚军的节奏。他的梦想就是要上墙，因为黄慧丹去年就已经上了墙。昨天在女子个人全能比赛结束之后呢，黄慧丹其实三个项目比的最好的依然是她的强项高低杠。因为我们看的都是、这个姚，对，姚劲男，我说错了。对，以往看的都是可能失败了这样流泪，但是今天丹丹她是觉得自己这套完美的，就是完成的太完美了，就是已经激动的流泪了。对，对她来说这真的是迟到的一次胜利。去年她就很有实力的，但是她出现了一些失误。我相信他现在心里一定是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楠楠哭了，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，冠军，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。